起跳转圈一扭，过百磅架车胎成功转上腰，睇佢起势咁扭都坚持到十个圈架，认真犀利。其实佢系美国嘅呼拉圈达人，曾经喺唔摇呼拉圈嘅情况下创下连转132下呼拉圈嘅世界纪录，仲试过用直径 13.2 米嘅呼拉圈边转边行 1.6 公里路添。不过大家睇下好啦，千祈唔好乱学，唔系未减肥，随时先伤腰骨。香港宽频电视记者金莹报道。